高兴再见到你们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波尼回来了！海洋世界有新成员了，小淘气。可是他一直无法融入其他的同伴，就跟我认识的某些人一样。我只想在这里好好工作。怎么回事？坏蛋！我只是来这里帮忙的。波他，小淘气。女孩们安然无恙，他们再度获得了伯尼小海豚的帮助。我只是用我的追踪装置来定位伯尼的位置。我知道了，只要你帮我拿到追踪装置，我们已经准备好对那只晒伤的海豚下手了。这个时代居然有这么多坏人，我们今晚就行动。好，坏蛋，去打扫厕所吧。我不会听你的话，伙伴。我们要弄清楚他的计划。可是我们到底在找什么证据啊？坏蛋，码头，今晚伯尼小海豚码头。伯尼，快走。你确定你知道要怎么抓海豚吗？我准备了最大的渔网。我们可以做到的，我们一定要去救伯尼。你们想要去哪里？给我上船。孩子们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得去找人帮忙。小淘气，你做得到的。